不想和你受一样的伤害，所以学会你没办法，哎，厂商拿给我说要试啊。没啊，我觉得很好玩啊。嗨，哎，可是我跟他叫我邀的稿，真的很好笑。可是没办法，他叫我写的稿要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的角度。所以呢？我看一下。夹这边吗？夹这边吗？夹这边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们要别旁边。不会啊，旁边的吧，这样就不是正面啊。啊，就反正他就是看那个什么家庭主妇回来啊，干嘛的啊？啊！上班！当年研究所的生活啊，对啊，啊，有谁料到就是只是参加一个福星团啊，啊，就促成我们这段姻缘啊，对啊，那我们在12月21号就莫名其妙在一块，嘿，因为我们就自己定这一天是我们纪念日嘛。我本来一直有跟你讨论，就是不要买钻戒啊，因为我们毕竟有房贷嘛。但是我觉得这一生才一次求婚啊，不能让你太丢脸啊！贷款的30万，差不多，因为我都把我的薪资全部转到外币去，可是为了要买这颗钻戒，偏偏跳在美金最低的时候把它转回台币，我都觉得亏大了。对，然后希望你会喜欢啊！就。还没讲哎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嫁给我！我是有一样大啊，会可以吗？我躲太粗了。可以可以。我们讲个体位。给。他刚叫你带那个，你没也没有什么，没有感觉。你有没有感觉？他就说要测试我的血纹章啊。
那我也蛮常测试。太单纯，太香吻是吗？对啊。太单纯。